我是铁道旅行安排者的，我在1807年12月10号美术馆的17:54，出发是区间车两班区间车辆，一般是3248次经由向天口进入我小区内的等级段，向天口站这点的一级观看屏，然后3227次经由三星口操作的区间车，要等待他们两个进站，那向天口站这点的一级观看屏，知不知道是哪一班先进来？应该是3227吧，因为对。来，3248之间，三片光线作为小区内的要进站，那三片光站都点的激光产品。大家准备驶进美术馆的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美术馆到新竹区间中途各站。哎，跟3274机要山平口操作的区域监测，那山平口站这都点的已经刚好。对，我叫全的3248机要山平口新组，跟3274机要山平口操作的全的在进站，那山平口站这都点的已经刚好。859-860为下号区域，那三片光站这点的激光很多。然后跟3248上去高新主任82-81为下号，清掉双八把下，清掉交回去个，那三片光站这点的激光很多。这台3248的实体这个，也双八把区域监测为下清了。全面观战，这都对我们的主观评。刚刚时间是3248进行三星康新组的，一82-81维修清亮，以及跟3227之间有三星康操作的，189-860维修清亮，双800维修清亮交会，在美术馆内准备时。美术馆站，每次列车沿途停靠美术馆到操作区间中途各站。好了，宣片观战都点的激光航片，就这样，拜拜。